一泡大粪15斤，于谦独吞。哎，这行。嗯，一出机场，好些个粉丝举着牌子，嗯，欢迎郭老师来日。嗯，您网上查还真有。嗯，我都感动了。是啊，不好意思了，我以为这回上船来就有人举着牌欢迎郭老师来上啊。啊，不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嗯，这人日本待了几天，嗯，演了一场。嗯，因为正好我儿子跟着去，嗯，我那个小儿子，嗯，我俩儿子，嗯，大的是郭麒麟，对，还有二的。你往我这儿比划什么？小儿子。这个人呐，没意思，就在这儿了。怎么我就？你要说俩小孩说相声，一个6岁，一个5岁的站台上，哎呀，我是你爸爸，你是我儿子，观众会觉得很厌烦，这不爱听这，讨厌。对，就咱们俩这个岁数的，谁是谁儿子，怕什么？哎，那不行，这什么岁数也得弄清楚这个。一说一乐的事儿呗，开玩笑。小儿子2岁多，带着他在日本玩了玩，嗯，去那个比基尼乐园看了看。啊，米老鼠啊，儿子还小呢，带他上比基尼乐园去，就是那个香港也有，美国有，香港那没有日本这个大，这个日本那叫迪斯尼乐园。啊，我说的是，您说的是比基尼，有什么区别吗？啊，什么呀，你这，您先把这知识弄清楚了，我跟他照一张。也不用您。甭惦记那事儿，您就记住那叫迪斯尼，迪斯尼乐园啊。对了，就演了这么一场。嗯，然后今天是今年的第2场。对，这才开始。刚才坐在后台聊天，我特别感慨。怎么呢？我打7岁学相声，干这行干了好几十年了。哦，自己总结了一下，我这几十年其实是3个阶段。怎么3个阶段呢？第一个阶段，我就是像一块海绵一样。怎么讲？长能耐，吸收各种知识。哦，哎，这是第一阶段。第二阶段呢？第二阶段我就像甄嬛一样。甄嬛怎么讲啊？谁都憋着弄死我呀。是啊。嗯，哦，就弄不死。现在是第3个阶段。这个阶段呢？我就像个 WiFi 一样。这怎么回事？都蹭我呀。啊，嗨，哦，这蹭您这热度是吧？你打个头条看看，要不提我有关相声的他都发表不了。是啊，挺好。嗯，能被人利用说明你还有价值。哎，还有发光点。这么些年我们哥俩在一块儿，实话实说，嗯，得感谢谦儿哥。您太客气。但是啊，我有时候看着我特别感慨。怎么都有白头发了？哎呦，这早就有了。日月穿梭催人老，过得太快，你这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。嗯，现在站台上有时候时间长了觉得，哎呀，怎么会累呀，啊，这岁数大了。小时候不觉得累，是现在真是。你包括嫂夫人她媳妇也说我，嗯，说你什么呀？你现在可不如原来啊。啊，谁呀，啊，说什么来着？这干嘛非他说呀？你不是孙越的媳妇儿也这么说。嗨，高峰的媳妇儿都这么说我。 你这人缘好，那净交朋友了啊。得有个好身体。是说相声第一是有好身体。这怎么还有身体的事儿？四个说相声的对着骂街，嗯，你把那仨熬死了，你就是艺术家。哦，这还好，这事儿还能这么解释？你细琢磨吧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天大能耐，你25死了，31又死一个，哦，40死一个，剩你熬到90，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呀。啊，是没人抬杠，你有话语权就拥有了一切。嗯，当然了，嗯，相声不好干，它有难度。因为咱们今儿你看，就这点人，1000来人，啊，还好干。嗯，抄起来体育馆我们演出，底下8000人，有时10000人。是，你要把8000人的这个频率调到一个位置上。这难了。当然你要说让他们都接受你不现实。是吗？世上没有任何一个艺人和一个艺术形式能被所有人都接受。哦，你花3.5亿拍一电影得了10000个奖，我就不爱看，你能弄死我吗？对，口味不一样。哎呀，你昆曲唱多好，我就说耍猴好看，你也不能打死我呀。对，所以艺术这东西就是众口难调。哎，都不一样。相声最重要的是快乐。嗯，让大伙儿乐。哎，乐完之后如果您从中能悟到些什么，那我特别高兴。嗯，但绝非我强求的。是，当然也有个别观众人找来了，我就爱听不乐的相声。还有这人呢？这一场相声别让我乐啊，完事我感动得跟王八蛋似的，我才好呢。感动成什么样不成啊？你咱也说不了别的啊，这都是拔牙的时候伤了前列腺了。哎呦嚯，这牙根太深了。这个那怎么办呢？是吧，我可能艺术也达到不了这么高。嗯啊，能够尽量让观众快乐就好。是，岁数越来越大了，嗯，尽量的别打架啊，
别拌嘴，那尽量吧，好好说相声。是，当然这点我得向谦儿哥学习。怎么又学我呢？在这行素质高。你瞧，又捧我。真的，你老看郭德纲跟人打架，你什么瞧过于谦跟人打架？啊，对，咱不打架。没有，嗯，他也有时候也别扭。是吗？这人说话不好听。哦，这人背后骂于谦，他别扭吗？当然也别扭，但是不还嘴，不打架。人生最高的境界，最大的修行就是闭嘴，不说。人家做到了，你瞧瞧啊，买好多孔明灯。嗯，把仇人的名字都写在孔明灯上。嚯，好家伙，送你们上西天。哎呀，好家伙，我比他黑暗多了，我这心里、啊、玩法不一样嘛，是吧？这玩人的，这是说相声，第一是身体，嗯，第二是文化，文化素质，一切都是过眼云烟。嗯，哎呀，说把这个谁张三啊、李四啊捧起来啊，嗯，说花点钱让微博上到处都夸你好，这都做得到啊，这容易，请个文化公司十万二十万的，他都能天天的满处捧你去，粉丝嘛。但是这个东西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哦，那你能把他骗到体育馆来吗？这也做不到。买票，你卖票是最难的吗？嗯，所以说艺术最后还得靠能耐。是啊，文化这儿也是最高。你瞧，又是我，这说相声竟是幼儿失学。像我、啊、我在我们这行算是文化水平高的了。嗯，但是跟他没法比。我也不至于。于老师是个大和尚。大什么叫大和尚？大学生。大学生。大学生。对、啊、哎，对了，你是哪个大的？不是，你是哪个业哪个大？你大业大大业了二？你业什么呀？我你说什么？不是，你是哪个大了学了那个那点子业？哎，嗨，不是你哪个业？你我是你哪些业里毕的？你什么乱七八？你哪儿毕的那点子业？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你哪儿造的孽？不是我干嘛去了？我不是给都有造孽症吗？你别你等会儿吧，等造孽症吗？我就明白了，我给您翻译一下啊，您是不是想问我哪个大学毕业的？对。哎呦，你太死，你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！你什么比喻？我怎么想太恶心了？您是哪儿业？我是，嗨，北京大学。你看这玩意儿啊，你说你不服行吗？怎么了？你不服行吗？啊，嗯，我们俩算齐了。我是清华的，我。啊，校友们好。谁跟你校友？都从小。你等会儿，你清华的？就清华的。是清华池的吧？你得。哎，我要搓死你，你信不信？啊，还是清华池的呀？你说的那是那个，就是北京那个清华池洗澡的那儿吗？就五虎坊桥吗？不是，我是湖广会馆对面那儿那个。还是那儿啊？不是一样。我不是在池子这儿，我池子后头，烧锅炉的。不是，你看，你就跟他这个玩意儿就没法聊，你知道吗？池子后头吗？我清华的呀，真是清华大学的。哎呀，就我这一肚子能耐，我告诉你，我甭说都，我就吐一半，你就吃不了。我吃那干嘛？你别说，你说你吃多少？我你吃多少，我吐多少。我这好，咱别说吐的事儿啊，不让吐。您真是清华大学的吗？那当然了，您有能耐。嗨，能耐不敢说，反正就是胆儿大，是吧？什么叫胆儿大呀？我都客气了，我都说你比我强啊，还不依不饶，干嘛？这就典型一说相声的吗？不叫不依不饶，您可以，他可以，他真可以，在后台啊。怎么了？观众来了，郭德纲签个字吧。啊，接过人家签字笔，写郭德纲。啊，到这儿于老师签个字，好，也找我。于老师这份大了，怎么得拿毛笔跟人签？毛笔见身份，写于谦这俩字儿。对呀、啊，好家伙、啊，我你等会儿吧，我这里还有俄罗斯血统是怎么着？这名字怎么那么长啊？净写错，哎嗨，更不怎么样了。写字画画都行，啊，这都行。哎，画画，他爱画画。啊是啊，还上那中央美术学院那个培训班报名去了。我是从基础学起，我能学画画吗？那怎么不能？人家乐了啊，那怎么不行啊？哎、欢迎于老师。嗯、哦，你们这儿有那个素描吗？哦，学素描，就是那个脱光了衣裳坐那画那个。干嘛非学这人体素描？就大姑娘小媳妇儿就脱光了那儿画那。你瞧，学那个，这有什么可害臊的？那、啊、当然也有男的，也有男的。废话，我能不能报名啊？那个人家谁拦着你啊？真报了，报名交钱，嗯、啊，去了。哦，去两天就不去了。怎么不去了呢？嫌冷。哦，我脱光了让人画去了，那是冷这个。特别可爱。我学的不是这个。诗词歌赋、写字、画画。啊没有不行的，那得练呢。当然，我们就说互相学习呗。对，我比他有强的地儿。谁都有强的地儿。我写字画画不如他，但是我比他脑子还稍微快一点点，反应灵敏，愿意接受新鲜事物，这也好啊。
整个说相声里边啊，啊，头一个玩电脑的就是我。您怎么玩这电脑？打字啊！您这是打电脑呢？不是，打字，打字啊！头一个，你老带这么大身段干嘛？你都怕后边观众看不见。这还这看见不叫打电脑、哎。头一个打字的就是我。哦，哎，玩电脑，电脑每次有更新，有新配置，哦，出了新的了，我先买。您都行，那是他倍儿羡慕啊！啊，你这我不会上家去啊。最近电脑有什么？我说跟你说没用，是我跟你讲配置，你就不懂。我只告诉你，我现在电脑万能的。怎么叫万能呢？哎，万能电脑啊，最新的，什么都有。哦哦哦，都傻了。嗯，趴那儿看啊，你这电脑里边怎么有一碟子呀？哦，傻子过来，那是微波炉啊。嗨，我连电脑都不认识，趴微波炉前面看半天，啊、纳闷怎么还转的呢？啊，这废话，这边，这是电脑，看我这了吗？哎，哦哦，万能电脑，怎么可以提问？人可以跟他提问，看他的脑子跟人一样，比人还快。你怎么个提问法？你随便问，于谦儿问啊啊，一问8456.72，乘以42万5694，等于多少？哦，电脑啪啦啪啦啪啦，特别快啊。所以最后。不知道，哎，嗨，哎，那还提什么问的那个？跟活人一样，哎，对，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你电脑不知道，哎、对你跟电脑加一块是俩傻子，是吧？懒得搭理他，他乐了 啊！哦，电脑再问你问题，怎么着？我爸爸在哪儿呢？哦，电脑啪啦啪啦出字啊！啊，你爸爸在河边钓鱼呢。哦，乐了呀，嗯，不灵。怎么？我爸爸上美国旅游去了。哦。我说你换个方法问，怎么问呢？又问，嗯，我母亲的丈夫在哪里？嗯，出字了啊啊！你母亲的丈夫在美国旅游，但是你爸爸在河边钓鱼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没听说过，哪有这么俩答案的呀？这多好，多好什么呀？哎，这就是知识，这什么知识？这没事就多得学习知识，嗯，学习。有个对联说得好，嗯。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小海无涯苦奏舟。学问怎么样？单说您得归着归着这嘴里头了啊。学问起源于方言是吧？哎，没有，你就说普通话。没事就爱学习，爱看书，嗯，满肚子的书，全是学问啊。是你说得出来，都有书，嗯，四大名著，还能摸出来大名著？哎，哦、三字经，嘿，百家姓，哦。五经，哦哦，是四书，哦，你好好摸摸你四书啊。哎呀，你来来，你摸摸你二大爷来。什么是意思？你这哪儿啊？讨厌你们这个拿伦理找包袱的人。嗨，没有摸四书的，点儿意思都没有，知道吗？可不是吗？爱看书就是爱看书，啊，当然我那儿。传统文学多一点，您喜欢传统的，有时候找本新书要了命了，是吗？那天啊，想找一本一个科学家霍金1988年出版的那本《时间简史》，哦，那中国也好，世界都承认科学方面的里程碑式的一本书，这是翻来翻去，《时间简史》找不着了，这是新书，我给于谦发一微信啊，你有《时间简史》吗？啊，给我要，给我回过来了，我说什么呀？我有时间也他妈不捡屎。哎嗨，我这学问是不如他。你怎么弄啊？我都捡屎去了啊。嗯，我就老说啊，你不能这样。对，是不能这样，好好的学。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觉得什么都是知识，什么都是学问，都得学。哪怕一个普通的汉字，拿我们一瞧，哦，这个有问题。汉字能有什么？甲骨文的时候他怎么写，到金文汉字的时候又如何了？有变化，仿宋体为什么这儿多一点？哦，都得研究。你比如说啊，嗯，你说普通的一个字，你看，我考考你啊。你说，好比说这是一杆笔，哦，这是笔，看着，嗯，我一扔，你就过去把它拿回来。对，我狗啊是怎么着？你说字儿，你扔笔干嘛？别扔啊，别扔啊。啊，我说如果扔了，你就捡回来啊。哎，你最好别扔。看着，嗯，一撇一捺，这是最简单了，这是人呢，好极了。一撇一捺，嗯，俩一撇一捺啊，嗨，那念从啊，脑子够呛了啊，这快啊，什么叫够呛了？俩啊，啊，俩人啊，啊，一撇一捺啊，对，念什么？从，好极了啊，嗯，底下来一横，这还念从啊，
什么意思？草丛的丛。草丛啊，树丛。对啊，那为什么上面是俩人啊？上面应该俩草啊。这您解释吧。哎哎哎哎，你干嘛？你拍我干嘛？怎么样？事儿说事儿，你啊，住了吧？不是你不知道，我都替你美得很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有什么可美的？这字儿有问题，有什么问题？你看看啊，俩人底一横，这字儿不念从。哟，那这字儿应该念什么呀？床。这都我们清华的同学们知道。哎，别提这清华同学了啊，他不念双人床吗？哎哎，什么呀？哎，俩人底一横念床啊？你比我想的周到。没听说过。念炕也行。哎，这没有这么通用的。这就知识啊，是吗？ 啊一个门，嗯，门里边一个人念什么？闪。你看看啊，一个门，嗯，门里边一个马念什么？闯。一个门里边一个耳朵的耳念什么？闻呢？对啊。一个门里边一个于谦念什么？不知道了。抓阄的阄。我是那龟呀，我是什么抓阄的阄啊？您别长知识啊，就没有这知识。这个一般来说每一个字儿就是念一个音，是，但是有的一个字儿呢是三个读音。您这胡说了，中国字都是一个读音，你不能这么解释啊。咱们确实有的字是不同的念法啊，而且不管中国国外很多字都是一个字念仨音，这哪儿有一个字念三个音？ W W W 是不是一个字仨音？你看看，你是没挨过 W。 你别，那 W 是外国字。来来来，考你中国字一个字念仨音的啊。一个四四方方念什么？口。口里边加个十字，甜。上面出头。油。上面不出头啊，嗯，上面擦了啊，擦了就不用擦了，你就是写就行。下边出头。下边出头念甲。好啊，嗯嗯，上下都出头，这是身。好，上下都不出头，嗯，左边出头。列位长知识啊。一个田啊，啊，一个田，一个田，田，啊，左边出头，一个字念仨音，这还真不知道了。我跟你说，轻易的我都不告诉他们，这是说明这船离开陆地了，我不怕你们传出去。哎，好家伙！哦哦，那行行，既然有这一个字念仨音的哈，嗯，你来了这个，你给我们来了这个，我也长着学，我听你来了。大伙儿你瞧瞧，这像学知识的样子吗？撇着大嘴，你看看，怎么了我？撇着大嘴，你来来。我招你，我惹你了，我该你，我欠你的，对吧？你是我大儿子，你是我二儿子，哎，这叫什么话呀？你会，你来了，我听你。你看，你来了，舔上脸，你怎么了？你这是，啊？怎么你？礼下于人，必有所求啊！规规矩矩，客客气气的，授人一字，便为师啊！嗯，你怎么了？你跟谁打听道不得客气？啊，老贾，我上火葬场怎么走？哎，我上那儿干嘛去？怎么就跟我就这么不客气呢？不是你的意思，我客气客气不就完了？对呀，啊，鞠个躬怕什么的了？鞠躬不就完了？帮不了你，挨不了我的是吧？啊，对呀，啊，来，得了。那颈椎有问题啊？什么叫颈椎有问题？不是鞠躬吗？啊，鞠躬九十度啊！怎么杨哥点头呢？还这，那系鞋带呢？不是怎么都不行了？什么叫系鞋带啊？天不言自高，地不言自厚，人不言自能，水不言自流。金砖何厚，玉瓦何薄啊？你要干嘛呀？我们尊重的是人的品行，而并不是发型啊。这是提发型干嘛？没有什么发型，你这个愚蠢的土拨鼠！哎，这你就像一个发了霉的橙子。哎，你少看点外国电影行不行啊？你这个我就从那儿学的啊。啊，你就说这恨不得用我的皮靴踢你屁股。哎，嗨，行了，都老电影配音的了，啊，就不用那个，您就说说这知识。哎，这就对了 啊。一个田字这边出头，这念什么？苍蝇拍。哎，苍蝇拍，就这么三个音呢？那甭左边出头，右边出头也念苍蝇拍啊？这个那是六个字。哎，这嗨，怎么另一把苍蝇拍？哎嗨。您这一个字能读出句子来，您这是玩笑说玩笑，当然谦哥在我心里边位置那是没错。你瞧又来了，他确实除了我之外啊，啊，德云社啊，连演员在学员我们400多人，是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相声团伙啊，团伙，
在我们这罪人里边，除了郭德纲，就是于老师文化水平高。哦，就我排第二了。那是那年德云社天桥那园子，你们有人去过没有啊？天桥那小剧场，天桥小剧场，德云社那个，有人去过啊？嗯，正当中是舞台。我们接手之后，先刷刷浆，跪着跪着，嗯，然后舞台两侧两边画两个顶天立地的门神。哦，这是老有印象。哎，这个这边秦琼，这边敬德，哎，画好了门神嘛，传统装饰。嗯，我就印象特别深。有什么印象？俩门神跟两边画完之后，谦儿哥拿笔在墙上，嗯，就写诗。哦，我做了一首诗。那是于老师拿笔就写，写墙上啊。德云社内大法身。啊，门神的法身啊。嗯，身穿铠甲似龙鳞，就是那扮相。脑袋倒有水缸大，这大，一泡大粪15斤。哎嗨，我拿什么衡量这个？我其实也对，是吧？什么对？德云社那大法身。嗯，德云社里边俩神像，大法身，是身穿铠甲似龙鳞，穿着铠甲呢。对对，脑袋倒有水缸大啊，画的天立地啊。嗯嗯嗯，他是想脑袋大吃的就多呀。是，吃的多拉的就多呀，身大力不亏嘛。一泡大粪15斤，随后这不怎么样。哎，他写的。嗯，我瞧有水平。是啊，刚写完来俩孩子。嗯，一个是岳云鹏。哦，一个是我大儿子郭麒麟。啊，这小哥俩啊，俩小孩呢跟这忙活着。嗯，买了一汉堡。哦，俩人正商量咱俩怎么分呢。哎呀，于老师闻着味儿过来了。啊，小孩不许吃汉堡。谁规定的？这是对身体不好。哦，接过来啊。那那那那那这孩子连反应的功夫都没有。嗯，吃完了。嗯，哪有创可贴啊？啊，干嘛？我咬手了。哎呵，慢点好不好啊？他走了。啊，他俩人气的呀。嗯，于老师怎么这样呢？啊，抢人孩子吃，大人抢孩子。嗯，咱们写诗骂他吧。哟，俩孩子也生气，拿笔在墙上写。他们怎么写？一人一句。啊，兄弟二人。哦，对呀，兄弟二人呢？哥俩，岳云鹏、郭麒麟嘛。嗯，兄弟二人怎么着啊？能武能文。捧一下啊，还夸自己能武能文。 嗯，买个汉堡。对，最后一句于谦独吞。那就我一人吃了吗？嗯，俩孩子个儿小啊。嗯，那这一说十几年前了啊。刚才咱们说了于老师写了四句话啊，在这儿。对，俩孩子写了四句话呢，整在那四句话底下。他个儿矮吗？连起来就跟一整句似的啊，改一个诗了。哎，于老师缠着药布回来了。呵，哟，我这诗长个了，多字儿了吗？德云社内大发身。嗯，兄弟二人连上了。是俩人兄弟二人啊，续得好。身穿铠甲似龙鳞，能武能文。秦琼敬德，能武能文。是，脑袋倒有水缸大。嗯，买个汉堡。嗯，大脑袋买汉堡什么意思？对呀。哎，这还一句呢。怎么念的？